哇，这个场面实在有够水哈！最女性、最支持、最重视。民进党来个山盟海誓，特别系上粉色、紫色领带。民进党赖清德到新竹抢攻姐妹票，不只要戳对手弱点，还要跟柯文哲不一样。有别于前一天哽咽谈老家违建案，临时增加受访，要说个清楚。再多鱼目粉珠的话语，也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一间修建过的矿工公寮是和利用特权违法侵占国有土地所兴建的庞大豪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遭点名的廖先祥接招二拆违建案，工人也加紧脚步搭起围篱荫下，还呛下要赖清德别漏气，赶快跟上。但赖清德老家案还被新北市府查出没任何缴税资料，房屋税十年累积8万，就连地价税也没缴。政治人物面对违规的时候，不是比可怜，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嘛，所有的单据我们家都是依法缴纳。驳斥有特权，先把球抛给新北市府为自己止血，只是在两岸议题上承诺当选总统，两岸战争几率会是最低。台独今生赖清德最近转性了哦，选举到了，开始讲要讲两化和平，那赖清德，你不要再骗了，你就站出来，我反对台独。并不是最近我要选举才提出来的，我们就是维持现状，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两岸没转性，侯赖再次交锋，但依旧隔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TVBS 新闻董俊年轩台北新竹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